好，系。接载贵宾商务客一定用 Wheelfire 拗花呢啲车最得睇。而家有一部仲得睇，呢部唔系拗花嚟嘅，系 Lexus 嘅 LM， 第一次出七人车，但系得四个座位，有咩咁巴闭？上去即刻睇睇。点解得四座位？入到嚟车厢。明白啦，两排凳变咗做一排凳，空间大咗咁多。呢两张真皮凳当然唔好嘥啦，可以用尽晒所有空间啦，可以完全瞓平啦，仲要唔少得，当然就系按摩功能。做中港车坐住佢一流。第二个卖点就系呢个26寸大嘅显示屏幕啊，佢可以。睇 Blu-ray 啦，可以支援呢个 HDMI 啦，亦都可以插 SD 卡嘅。如果你想将电话嘅显示资讯射上去嚟睇咧，即系睇下 YouTube 啊嗰啲嘢咧，咁啊 sorry 啦，就暂时只可以用呢个 Android 机先得啦。咁啊 iPhone 机咧，咁就可能要额外装一啲 apps 或者用 HDMI 线先可以驳到上去啦。咁但系有呢个大电视播住碟咁睇，如果你屋企有小皇帝嘅话，我惊佢唔肯再搭其他车。有个咁大嘅屏幕，当然有靓音响去 support 啦。咁呢部车本身已经跟呢个 Mark Levinson 19喇叭嘅音响。咁第三个巴闭嘅地方咧，就当然就系呢个屏风啦。呢个屏风系完全将司机席同埋乘客席咧就间开咗嘅，令到个私隐度高啲啦。咁佢嘅设计咧就话参照呢个中国风嘅银水墨。好彩望落去咧。就唔太中國嘅，咁望落去感覺都高級嘅。咁有個時計啦，亦都有個14厘大嘅雪櫃，聲稱可以擺到兩支香檳啊，容量好大嘅，唔錯嘅，都夠棟啊。咁下面唯一嘅儲物格咧，咁用嚟擺手袋又好，擺鞋又好啦。咁如果想揾司機咁點算咧？咁中間屏風呢度咧，塊玻璃咧係可以降低嘅。咁亦都咧有另一個效果，就係你想望住司機，二又唔想俾佢聽到你講咩嘅時候，就可以撳呢個掣，咁就會將由磨砂玻璃變做清玻璃嘅。另外仲有啲咩配備跟埋俾你嘅咧？咁啊，兩個座位中間咧有個小屏幕嘅，咁呢個小屏幕可以控制啲咩咧？咁佢其實輕觸式嘅，咁你可以控制閱讀燈啊、車廂燈啊、音響啊、控制電視啊、兩張凳嘅角度啊、按摩嘅功能啊。呢個商務艙咧，爭張台。如果有埋張台咧，無論做嘢食嘢咧，就更加 perfect 啦。同埋雖然兩面都有太陽擋啦，咁但係咧就要手動，冇得電動咯。似呢部車。梗系唔会试司机位先啦，梗系试后排先啦。呢部老细车嚟噶嘛，咁啊老细坐得几舒服咧，而家试下就知啦。咁个悬挂要 set 做舒适，咁难免就一定会有呢个轻轻啷啷地嘅感觉噶啦。咁但系另一样嘢要赞嘅地方咧，就系个车厢好够直。相比欧洲车系嗰啲旗舰级房车嚟比较咧，咁佢嘅滤震效果，佢嘅悬挂咧。咁當然就會相對順適啲啦。如果喺濾震或者吸震嗰方面咧，可以加強翻少少咧，就更加完美啦。咁一路攤喺度，挨住喺度，攤住個電視睇住戲，真係實在好爽。如果唔想睇電視咧，頭頂咧都有個幾大嘅天窗嘅，挨喺度睇下風景咧，感覺都幾寫意、幾舒服嘅。不過呢個天窗咧，雖然可以電動打開，不過佢個太陽檔咧就要手動開關，老細可能會有少少唔開心嘅。試完做老細，點都要試下做司機嘅感受嘅。咁呢部型號係 LM350 啦，咁佢嘅 spec 咧。個性能輸出咧，基本上咧就同奧花350係完全一樣嘅，用一副3.5公升嘅 V6 引擎啦，馬力輸出274匹，340Nm 扭力，都係6速波箱啦，一樣係前驅啦，都夠曬爽嘅，而家上緊車啊！
而家坐上嚟嘅感覺咧，作為司機體驗一下司機嘅感覺咧，第一個感覺就係、是、咁，其實齋上嚟就同阿花差唔多啦。咁張凳咧，如果作為司機咧，幾舒服嘅。另一樣感覺好唔同咧，就係成日眼尾睄到咧，後面封咗咧，齋上嚟咧，真係好似自己揸緊啲商用車咁。就係、是、因為呢塊玻璃封咗，咁佢有啲咧設計有啲配備咧擺咗落去嘅，就是、例如呢塊倒後鏡咧，咁就有。上面就多了一個鏡頭，就方便你望後面的情況嘅。叫得老細車，安全系統都是另一樣絕對不少得的嘢啦。咁呢部車已經原裝配備了 Lexus 最 update 的安全系統啦。另外仲有11個 airbag 啦。試完車啦，咁啊順便講埋呢個車廂中控台有啲咩唔同啦，同Alfa。最搶眼不同的地方當然就是中控台多了一個很大的 12.3 寸數碼屏幕，配上這個 Lexus 的 Touchpad 操控按鍵來控制汽車常用的功能。它的功能也很齊全的，有導航，有 Apple CarPlay。 有一樣挺過癮的就是這個 Wheel 掣，一按著了 Wheel 掣，你是看到整架車平時經常見的鳥瞰360，其實你只要按多一個掣，它可以close up 整部車周圍的環境給你看，在 close up 的角度。所有老闆都日理萬機的嘛，不是說他們手殘，不過他們真的不得閒的嘛，所以除了有這個控制這個屏風的掣之外，當然也都有兩個電燙門的按鈕在上面，這些開門閂門就司機做啦。也都有兩個掣是控制後面張凳回翻直的，就在太華後面這裡。雖然駕駛艙和乘客艙咧就分開了，咁啦，佢都冇代駁司機嘅，咁都俾翻個天窗你，不過就要手動咯。最後帶大家睇埋呢個外觀啦，咁啊相對個車廂咧個特色又冇咁大噶啦，咁但係咁貴為 Lexus 第一部七人車，咁當然有翻一啲 Lexus 嘅標記啦，例如佢嘅頭燈啦，佢有 Signature 嘅鬼面罩啦。這條鈴的設計都夠了浮誇的，咁車尾咧都係個尾燈係新設計啦，望落去都幾靚嘅。車質多咗啲啲嘢嘅，咁就多咗啲銀色電道嚟點綴下咁啦。咁最後講到車價啦，今顯豪華氣派嘅七人車究竟要幾多錢咧？結果接近頭半，147萬幾。唔好話，真係有人訂噶，啲人訂四座唔訂七座噶。喺台灣一落地啲 quota 四座。掃曬，嫌四座版本太過浮誇嘅話咧，不妨考慮七座位版本，咁啊多翻第三排凳啦，可以坐七個人啦。咁中排咧一樣係呢個Ottoman 嘅座椅啦，唔同嘅地方咧，當然呢張凳咧就冇按摩功能噶啦，但係就俾翻張餐台仔嚟嘅。冇咗個大電視咧，佢都俾翻個細電視你喺天花板嘅。咁啊 option 咧當然就冇嗰部四座版本咁多啦，車價當然要平啲啦，咁啊平31萬嘅。結果嘅咧就係、是。84萬嗰部四座位版本咧，係受歡迎過七座位版。各位讀者你好，我哋有事請你哋幫忙，因為《蘋果日報》嗰個經營實在困難，請你哋多多支持訂閱。